朱家角镇属于上海市青浦区，位于上海市西部，距离上海市中心48公里。古镇九条老街依水傍河，千余栋民宅临河而建，其中的北大街又称一线街，是上海市郊保存的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第一景。东起放生桥，西至梅洲弄的300多米，是典型的江南老街。镇内河港纵横，九条长街沿河而生，千栋明清建筑依水而立，36座石桥古风犹存，名胜古迹比比皆是。在玩腻了一个个雷同价高的人造景观后，人们莫不惊讶于上海市郊还有一块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原汁原味、真山真水的天然景观。在这里可以寻找一种回归自然、崇尚野趣的享受。台湾著名已故作家三毛到此曾为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而迷恋，为清纯幽静、处处可画、时时有诗的风情而陶醉。小桥流水天然景，原汁原味明清建，这里也被人们誉为是不交的好莱坞。朱家角迷人之处还有是世人皆知的三多，就是名人多、明清建筑多、茶馆多。小桥流水人家是千年古镇朱家角的精髓。如果把流水比作朱家角秀美的长发，那么小桥便是长发上看似不经意的雨伞，轻轻一挽，或婉约，或壮丽，或平和，万千风情汩汩而出，让无数游人心生爱意。粉墙黛瓦，曲巷幽弄，河港纵横，36座古风犹存的石桥将朱家角沿河而生的九条长街点缀得蜿蜒清丽，依水而立的千栋明清建筑因为水的分离与桥的连接而有了距离思念。长街三里，店铺千家，如今我们还依稀看得见明末清初时江南巨镇朱家角百业兴旺、鱼米丰盛、人头攒动的盛景。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在这里好好的游览一番吧。